菩萨妈妈。你别叫的这个样子好吗？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，感恩龙天护法，感恩台长。自己业障自己背。小妹妹不要着急啊，台长爷爷在这里帮你治病呢，好吧？好。你有没有信心啊？有。又不是你了。有。好，那么你把你的。我们是1998年的虎，是双胞胎，一样的病情，台长看一下肠胃。双胞胎。是的，是。你们一个是男的，一个是女的。本来你妈妈生的时候，一个是男的，一个是女的。你应该是男的，这个应该是女的。是的，台长。我妈妈原来在怀孕的时候就有老中医把过脉，说可能有男孩，然后但是生出来我们是两个女的。看见了吧，厉害不厉害啊？当场给你们看，本来医生说他们两个生出来一个是男孩一个女孩，对不对啊？是的，是的。啊，我告诉你，你们两个人前世是夫妻，感情好得不得了，但是呢又打又闹，但是呢就是离不开。是。听得懂了吗？听得懂。我告诉你们，所以你们今生如果感情很好，也千万不要说我下辈子还要嫁给你呀，我永远不会离开你呀。那看看这辈子来了还现报，大家明白了吗？你们两个要念姐姐咒。好好。好不好啊？好好好。明白吗？你现在记住了，你的呼吸系统有问题。我。啊。是的。是的。是的。讲老实话，要救救这种孩子啊，对小台长来说啊，小菜一碟。我专门救医院里救不了的人。是的，是的，我们现在得的这个病就是医院里救不了。你每天要念经，礼佛念五遍。哦，我在家里。明白了吗？家里念三遍。啊，你自己还要注意，每天拿个梳子梳头，梳30下。梳头的时候念心经。好吧。然后呢，自己要念大悲咒和礼佛，要忏悔自己过去的业障。好，你们两个冤家呀，上辈子冤到这辈子啊，不应该呀，听得懂吗？好。而且你们两个还要放生，因为你们两个的寿比正常人要短很多。台长，我爸爸在他一个月前因为不懈怠去抢救，许愿1000张小房子，放生10000条鱼，不知道现在还要不要再加。然后我跟他是要分开的吗？你们好像是东南亚国家的人嘛，是吧？你们讲话有点像唱歌呀。我爸爸，我妈妈，告诉你，你们继续念小房子，一直念到好，明白吗？好。呼吸系统有毛病，你们两个人的心脏都不好。是。爷爷说的对不对呀？对。记住了，每天要晒太阳，背部晒太阳15分钟。好。然后要吃全素。妈妈煮菜喜欢放葱。吃了不啦？吃不得。不能吃啊？好好好。吃不啦？吃了素，但是蔬菜里放了葱。你要吃全素。好。否则你们两个，我告诉你们，这个小，你的这个姐姐还是妹妹啊？她。妹妹。这个妹妹的胃，我刚刚看图腾有点怪，是倒流的，所以妹妹的肠胃非常不好。台长，现在主要是我们肠子里得的是克罗恩病，就是现在原因不明。看见了吗？
然后看见了吗？医生说也治不好，原因也不明。你记住，医生说治不好，台长你好好的念经。台长问你，观世音菩萨治得好你病吗？可以治好。你有没有信心啊？有。但是你能答应台长爷爷吃素吗？能。那个姐姐呢？也能。你为了这个妹妹，你为了你们前世两个小夫妻，吃点素怕什么？我们很喜欢吃素。耶耶。那么现在跟观世音菩萨吃许愿，说两个人吃素好不好啊？好。观世音菩萨，我又救了两个吃素了。台长，医生说我这个肠子可能要动手术。你的肠子，我刚刚跟你说怪怪的，人家从这边走，他是反过来叫倒流肠胃。那要不要动手？医生要帮你这里切断一点。是的，是的。是的，是的，我怎么比卢医生还厉害啊？现在明白了吗？台长觉得有必要动这个手术吗？因为我现在营养不良。你这样，你三个月之后，你好好的许愿念经放生吃素，三个月之后你再去跟医生查，医生可能就跟你说，小妹妹你可能不要动手术啦。感恩台长，感恩菩萨。听得懂吗？听得懂。要好好的放生，要做好孩子，听得懂吗？听得懂，一定好好的听台长爷爷的话。所以要教育啊，很多年轻人啊，很多夫妻啊，千万不要乱许愿啊，你们走的时候许的愿，鬼差都在边上记的，说老太婆啊，你先走吧，我明年来接你，你第二年一定就死掉了。所以像他们两个前世的鸳鸯，这辈子就让他们一直在一起打呀吵呀闹啊，最后还会一起走掉，是出车祸。所以你们两个从现在开始就要念经放生，一定要修心，听爷爷的话好不好啊？好。台长，我念了800张小房子了。小房子要念1200张。好。一人念600张。还要。我已经念了。还要泡脚。我已经念了500多张，还需要多少张？再600张。好好好。听台长爷爷讲，你要吃香砂养胃丸。我以前吃了香砂养胃丸，但是吃了一段时间，好像呕吐的还比较厉害。你记住。我问你，医生帮你做肠镜、胃镜，让你肠胃改好的时候，你难过不难过呀？难过，难过。那么这就叫调理。眼睛不好的时候，点眼药水，眼睛会不会痛啊？会会。那么痛过之后呢？就不痛了。还好嘞。懂了，懂了。听得懂吗？听得懂。边上是谁呀？这个是谁呀？师兄。师兄是吧？嗯。我以为你妈嘞，你妈怎么这么年轻啊？哎，听得懂吗？听得懂。好好努力，台长爷爷会请观世音菩萨救你们。好。你们如果能够这辈子好好修心学佛，好好度人，菩萨妈妈一定会救你的。好。三个月之后去找医生，跟医生讲，好不好啊？好。台长，是我也念600张，他也念600张。他说什么？哦，你说什么？就是请台长帮我们看一下我们家的佛台。太矮了一点，再高一点。哦。你们两个孩子蛮可怜的，家里也不大。台长爷爷看了，啊，佛台呢靠近窗户。是的。嗯。你们水果要多换换。好。好吗？好。尤其叫这个小妹妹把水热一热，大杯水让她每天吃。
好吗？好。没什么大问题的，菩萨护法神都来过，你们主要是上辈子的恶缘，赶快念解结咒。49遍是吗？是我讲还是你讲啊？49遍，你们要把上辈子的恶缘去掉，这辈子才会好，不要老粘在一起。记住台长一句话，从现在开始少讲话，两个人经常分开，他的病就会好起来了。不要粘在一起啊，你们再粘在一起的话，他的病会加重，听得懂了不啦？听得懂啊。哎，有些话不能讲了，因为台长看到他们前世了。哎，真的很讨厌的啦。好啦，感恩观世音菩萨，没什么大问题的，好吗？好。还有啊，以后衣服不要穿得这么袒胸露臂的，不是上面，当中扭了高一点。好。不是裤子啊，是衣服这里。哎，以后不要穿这种衣服，女孩子要规矩，听得懂吗？这个是师兄发的。师兄怎么发这种衣服啦？这就不是义工服，哦，冒充义工服。不是不是。你不是不是，你们好好的两个人念经，听得懂吗？经常分开眼睛看看就可以了，好不好啊？好。你听我讲，你们两个人是不是有时候，比方说你跟他两个人有时候不在一起，有吧？有。有几天有不有啊？有。有吗？有。哎，你不在的时候他是不是很好啊？他肠胃是不是好一点呢？回忆回忆。是的是的。是的是的，我原来在大学里面那段时间好像没有这么严重，然后他就看见了吗？现在知道了吗？气场影响，明白了吗？离弃你上辈子的男人，好好做你这辈子的女人。谢谢大家。感恩台长，感恩菩萨妈妈。好好念经啊。